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Chiu。 在这一场 Joshua Albert and GPE 激乐新春慈善音乐会里面， Gib Chan、 Joshua Albert 和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两首由我所作的乐曲，其中一首更是世界首演。两首乐曲的 title 分别是 Memento 记忆裂痕和 Trio 124。 Memento 是应我的敲击恩师 Sophia Wu 要求所作的一首 duet，灵感来自2000年上映的同名电影 Memento。 以下有两个选段给大家欣赏一下。另外一首歌 Trio 124是我为这一场 concert 所写的三重奏，通过利用新颖的 instrumentation， 包括一部 5 octave marimba、 一部 vibraphone 和一个29寸或者32寸的 timpani， 营造一个既 exciting 又 emotional 的音乐体验。以下有另一个选段给大家欣赏一下。希望1月24日下午3:00正可以在鲗鱼涌社区中心礼堂见到大家啦，拜拜。